好，到 question five 啦喎，首先啦 ，let K 比啊 positive contents，OK，A、okay? part expand 呢個 E 嘅負 kx over 二次 ，in ascending order power of x as far as the term in x 二次，咁所以背翻落嘅啫 ，E 嘅負 kx over 二，好，用翻 E 嘅 x 爆噶啦 ，E x 會等於一加 x 加 x 次 over 二 fat 加 x 三次 over 三 fat 加落，如此類推。一路加一路加加點點點啦，好咁，所以成嚿嘢呢嚿嘢就當係一個大 X 咁睇啦。好，所以成零啲啊 ，E 嘅負 kx over 二等於一加 X 成嚿次方搬落嚟，再加成嚿次方負 kx over 二嘅二次 over 二 fat。好啦，後面嗰啲唔要啦，因為大過 x 次啦，加點點點。好，砌靚佢咯喎，咁所以一減啦，負 k over 二個 x， 再加好負 k x over 二成嚿嘢二次，即係 k 二次 over 四。好啦，再除多二 fat， 咁所以 over 八嚟嘅，咁所以 k 二次 over 八。over 八個 x 次，再加點點點落於手邊，咁所以答案一減 k over 二嘅 x， 再加 k 二次 over 八個 x 次，加點點點。好 ，A part 冇難度啦，睇睇 B part 啦。B part，let k 等let y 等於六十四 e 嘅負 kx，expect natural log y in a linear function of x。咁呢個 core 嘢嚟啫，唔難啦，所以。轉做 linear function 線性化啫，好，寫翻先啦。y 等於六十四 e 嘅負 kx， 兩邊一齊 take log y 等於 log 六十四，好 log 入邊乘拆咗出邊加，咁所以拆咗去 log 四加 log e 嘅負 kx， 好 log 同 e 約咗，所以剩翻負 kx， 咁所以。linear function 完成咗啦 ，log y 等於 log x 減 kx， 好到 B 二啦喎 ，B 二 ，is given that coefficient of x 次 in expansion of half on y 乘翻一減二 x 成嚿嘢嘅五次等於四四九，咁我揾翻 slope of the graph of linear function， 即係揾 B 一，我哋揾到嗰條嘅 slope， 好呢個時候首先睇一睇先。呢、这個 expansion half on y 乘翻一減二 x 嘅五次，爆去嘅咯。咁我哋要好左手邊啦 ，log y 將個 y 寫翻做六十四乘翻 k 嘅e 嘅負 kx 次先啦。好，咁所以搬埋個次方入去啦，即係開方六十四，即係八啦，八。好 ，e 嘅負 kx 乘 k over 二次，咁所以即係 e 嘅負 kx over 二。咦？咁你發覺原來中間呢度？A part 嗰樣嘢嚟噶，好右手邊照差次先啦。於是我哋將兩嚿擺開噶咯，兩嚿擺開噶咯。左手邊就係八乘翻 A part 嘅答案一減 k 二次 x 加翻 k 二次 over 八個 x 次加點點點。好右手邊一樣照爆啦。咁佢又係爆 x 次，因為我哋要揾 coefficient x 次啫。咁所以一減，因為中間係減啊，即係中間係負，所以要減。好，五 c 一即係五啦，五乘翻兩個 x， 再加翻五 c 二十乘翻二 x 嘅二次。好啦，又因為後邊嗰啲唔要，加點點點咯喎。好，咁於是砌靚成個答案先啦，將個八乘埋佢先啦。砌靚佢啦，所以係即係八減 q 化二，所以四 kx k 次 over 八哦，啱啱好約咗，所以剩翻 k 二次 x 二次加點點點，加嚟一減十 x 加二十 x 二次，四十 x 二次嚟嘅 ，sorry， 四十 x 二次咯，四十 x 二次，再加點點點，好呢、這個時候睇睇佢 fusion x 二次啦。coefficient x 次就會係
呢邊嘅 constant 乘翻呢邊 x 次，再加呢邊嘅 constant 乘翻呢邊 x 次，再加兩個 x 互乘。咁所以直接將佢哋寫曬出嚟啦，將個數組合。咁所以八乘四十加 k 二次乘一就係 k 二次啦，再加負四 k 乘翻負十。呢嚿嘢就係我哋個 coefficient of x 次啦。好，話咗俾你聽噶 ，given 咗呢嚿嘢會等於四百四十九嘅，四百四十九。咁所以原來一條 quadratic equation 嚟嘅啫。好，砌靚佢先啦。咁所以幫一齊 ，c 次加四十 k， 四百三十二。咁所以四乘八十，啊 ，sorry， 八乘四十，三百二十。好啦，將個四四九抌埋過嚟啦，三百二十減四四九，計到。負一百二十九嘅，負一百二十九，咁所以 k 二次加四十 k 減一百二十九等於零，咁於是計翻佢啫 ，k 會等於三，我話 k 會等於負四十三嘅，咁但係唔好忘記喎，一開始最頭 let k be a possible constant， 所以 k 就負四十三 reject， 咁所以最後答案 k 就係三啦。好，呢時候望翻我哋 B 嗰條式。呢啲 function 喺度嘅，咁所以望翻啦 ，slope 喺邊處 ？slope 就係 x 前面嗰嚿，所以負 k， 所以最後答案，答翻 slope 啊 ，slope 就會係負三。